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销售。那我们接下来要火车上应该就是没了吧？火车，嗯，火车上面没有任务了，接下来任务就在这一区，我们把这一区解开吗？我现在人在那，从这开始解好了。哎，我车子里面有人哎！有空再来玩抢劫吧，好啊！看你要不要星期天。我打算这礼拜天要开 GT 了。哎，我开错路了。Easy, easy. Come on. 这个也算。还有太平洋抢劫可以玩，我抢劫就只有我上一次玩的那个有玩过，其他我就参加过其他人。这边居然就有一个区域，没关系，我先俯瞰完再看看这区到底是怎样。上次有说过嘛，要看一下他们的故事。用神枪爬这个俯瞰点超快。嗯，他好像这样就看不到这一区是什么呗。那我先离开好了，先离开这个区域。让孩童再等我一下。好，这边是高塔煤矿。高塔煤矿，高塔煤矿最早建立在1800年代早期，借此为华南科居民、南华科的居民提供了光源。而今这家工厂的营运状况正在不断恶化中，由于有人指控这里提供的工资不但低于标准，且员工时常超时工作，因此高塔煤矿现在只能招募到走投无路而且迫切需要工作的小孩们。选择性条件不触发警铃。
你抢劫任务全开了吗？还没啊，我抢劫任务都还没玩过。就我上次开台的时候玩的那一个，是我第一次主持抢劫任务来玩。之前有加入别人的啦，我是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样的任务，就是加入然后玩一下，玩一关，然后又出去了这样。这个用远程武器好像不特别的好用。看起来是超出距离了。哇，我可以射杀这个。他七等哎，好厉害啊！距离外。这样呢？这样也不行，再近一点。啊，不对啊，他根本就隔着墙壁，那难怪不行。偷偷杀了这个人吧！没死。害我多浪费一把。好吧，那我就先帮你解，然后你就可以趁机熟悉一下每个抢劫关卡，可以啊。都射了两发，剩下童工在那个位置。剩下一个飞刀哎，空中刺杀这个好像可行，是那边有一个人，等他走。然后让他们自相残杀一下好了。
他根本就太强，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我们可以走了，把警钟拆掉就没有疑虑了。最后一个人，释放完成了。再来，雅各之岛。好啦，先去吧，帮弟弟弄一座岛来。这个箱子我刚刚不是才开过吗？我又要重开一遍。达比的熊掌，我拿到熊掌了。熊掌，熊掌。啊，这个要待在地面上，好吧，晚一点再换。熊掌，熊掌。这是我的车吗？里面那个人居然没有走哎！里面那个人是有多想搭我的车？对，要先看一下雅各之岛是怎么一回事。征服行动，帮派据点，雅各之岛。雅各之岛是一座疾病横行的瘴疠之岛，据说这座岛的气息闻起来就像墓地一样。后来这里成为许多激进活动的发生地，而当华南克区的暴徒帮在周围建立据点后，这里的激进活动更是不减反增。这座据点是华南克区两大据点之一，千万别让尖兵呼叫救援跟潜行刺杀据点首领。不能让尖兵护驾救援的，就是要全部杀光光的。先到高一点的地方来看看吧。空中进去，然后刺杀，虽然它比较偏一点，还是连它一起杀掉好了。
上一把飞刀了。先把屋顶上的能解决的都先解决掉。我留来对付那一只尖兵好了。竟然不飞刀，我刚忘了。办法就知道纯靠近战，觉得神枪太好用了。杀这个好了。再来是你。像他们刚有就抓不到我。好啦，神枪太强了，完美征服，还有这种奖杯啊！我去一下商店，买一点飞镖，不然都没飞镖了。他又是谁？哎，我明是安德。我先不管了，这个任务是别的区域的。全部补满。哦，谢谢。You have excellent taste。 这个碎片是在啊，在那个树上。
有十个资料，看一下吧。其他人，再来要去，今天地图怎么方向不太一样？平常不是这样吗？再来是这个奥比瓦塞尔，奥比瓦塞尔。出生于七个小孩的家庭，奥比在常被遗忘的环境下的成长，甚至被充满忽视的家人称为那个，心里窝藏着极度的嫉妒和渴望被众人看到。他成长的过程一直都保持非常极端的竞争心态，他把竞争对手视为宣泄的场所，使用小把戏为了胜利，不惜伤害他人。额外数据是，额外数据不是说我要额外达成的目标？我刚才看到一维的笔记，这个是什么？因为太晚抵达大卫角色实验室，我没有取回伊甸碎片，我没有时间细看，但他将这碎片接上某种机器，而这台机器就在不堪负荷的情况下爆炸了。雅各觉得我可能找到某种古代陶器，且只要暴露在电流中，这种陶器就会破碎爆炸，怎么可能是古代陶器？但很遗憾，后来实验室发生的爆炸，我没有办法推翻他的假设。要是我们能把任务时间提前几小时，现在在我手上就会有证据了。但我很清楚我看到了什么。我也有机会观察赫赫有名的露西俊恩小姐，她对他们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兴趣缺缺，只想快速知道结果。我猜这是圣殿骑士的性格，相较于取得知识，他比较在意如何取得权势。然而他看起来也不是个可以轻易耍弄的女人，我得小心进行任务才行。要是大卫爵士在死前告诉我的事是真的，那么俊恩小姐也不是已经取得了另一片俊恩小姐不是已经取得了另外一片伊甸碎片，就是知道碎片的具体位置。雅各跟我必须去一趟伦敦寻找伊甸碎片的下落，更精确的说法是我必须去一趟伦敦寻把伊甸碎片找出来。亨利格林阁下支持我的行动，他是一名刺客，是我们在印度的弟兄。雅各则是对另外一个计划较有兴趣，他打算利用伦敦的帮派让整座城市脱离圣殿骑士的控制。我跟他说，这个计划就算是 H.O. 奥迪托雷也会大加赞赏。你有说吗？他竟然一脸茫然的看着我说，他是谁啊？居然不知道是谁。反正这样一来他就有事可以做了，我也能够专心找出俊恩小姐持有的一念碎片。毕竟雅各总会在没耐心的时候鲁莽行动，他把这个帮派称为黑鸦帮。后记：为了这件事，我收买了许多格林阁下在伦敦的联络人，当然也拦截了很多本来要传送给圣殿骑士密探的信息。而最后我们确定俊恩小姐还没取得伊甸碎片，的确，这的确是个好消息。然而她在等一件送到伦敦码头的货物，而且他会亲自收取，不论那是什么，我都
得比他早一步取得货物。每当看到自己从剧院小姐那里偷来的资料只有少少几张，就感到我就很气雅各。要不是他来碍手碍脚，我现在就有多到需要分类整理的资料可以看。那些资料的数量之庞大，简直前所未见。还好我有这本笔记本，以及几张折好塞在里面的资料。此外，君恩小姐还没有拿到一件碎片，也让我稍感安心。虽然我真的很确定她要拿到了，这件事让我上了一课：千万不要太早下结论。居然不是上一课，千万不要带上雅各。格林阁下把一些书籍从自己的古董店里搬到火车上了，所以当我们在分析笔记本里的内容时，就有资源可以查找。在我工作时有人陪我，真是太好了。果然是寂寞的意味。是因为我的逆风等级太高，是不是？那样居然完全没有反应。东西是满的，不需要补。长了一副猥琐样是怎样？这人好像可以直接挟持，是不是？I know how you get. How I get?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Means you get a bit angry, it does. It's not safe for the other races. Not fair. I'll tell you what isn't fair. It i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If you want to live, don't make a sound.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et your bloody hands away from me! Help! Police! Wow, 这边好像走不下去。Hush! What do you want? Sergeant Abilene says hello. Street racing don't warrant the police. True. Wow. But murder does.但是他们只要不进到圈圈里都会没事。好惊险啊。躲过。先进去避一下好了，等他们两个过了再出来。其实还真的蛮好用的。如果走很慢的话，范围超级小。